三十五，在飞机场。我要订到雅典机票。这是直飞的航班吗？ 要一个靠窗座位不吸烟的。我要改签预定航班。 下一班到罗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？ 下一班到罗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？ 还有两个空位吗？ 还有两个空位吗？ 不，我们只有一个空位了。我们什么时候降落？ 我们什么时候降落？ 我们什么时候到？ 我们什么时候到？ 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？ 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？ 这是您的行李箱吗？ 这是您的行李箱吗？ 这是您的手提包吗？ 这是您的手提包吗？ 这是您的行李吗？ 这是您的行李吗？ 我可以携带多少行李？ 我可以携带多少行李？ 20公斤。 20公斤。 什么？ 只有20公斤？ 什么？ 只有20公斤？ 请访问 www.book2.de 获取书籍和课本。